我觉得就快分离。神话，你真难啊！你真系连嘢都唔得我。显得更艳美。我是谁情人？彼此。妈的，这真还要老子睡觉。信任是一把刀，你给了别人，他有两种选择，第一种用它爱你保护你，第二种就是用它捅你，而我就是配捅的那个。走开，你不行了，别跑，别跑。公共场合你们也这样，太不道德了吧？就是你们前戏做那么长，我都做过五个站了，你们还不脱？司机停车停车！快点把清点你的路位。先生，你要点些什么呀？我要的事情，想点什么就点什么。有本事你顶门去啊！对啊，我是顶啊顶啊顶啊！两个人在一起，最重要的不是相互理解吗？是啊。那你现在无法理解我的出轨，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在一起？老婆，两个人在一起是不需要相互理解的。他都没买鞋呀、啊。老板，我们是故意的。老板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，老板大出血，全场两折，全场两折。爸爸妈妈，我要去那里玩一会，去吧去吧。这熊孩子怎么那么久还没回来？我们去找找吧。你小小年纪，你抽什么烟？芙蓉王啊！老婆，你可能听我听太多了吧。Music， 苍井松，我选你，喜欢你的笑，喜欢你的。同学们，今天考你们个历史问题。你怎么又考啊？听着啊，中国的皇帝哪个活得最久？李世民。有病吧？明明是潘金莲。你才有病啊！明明是黄飞鸿。黄飞鸿。是的。搞错了，是玉皇大帝啊！阿Sir不是说网络很强大吗？半个月过去了，为什么我女儿一点线索都没有？你们家这没有一张他们也 P 过的照片吗？你看这眼睛这下巴 P 的也太夸张了吧，都没我 P 的好，不帅吧？我在驾校这么多年，身边的学员走了一批又一批。教练，我先走了啊。教练，我也先走了啊。看着他们拿着驾照离去，我心里是有些舍不得，毕竟人都是有感情的嘛。皇帝，赶紧上来练车，不练了，欺负会不会？一城四十。班长，我现在讲到第几页了？报告老师，37页。副班长，你说。38页。学习委员。39页。我在讲试卷，你们翻书干嘛？你们都回家吧。哥哥停车。怎么了？你看那个叔叔，好丑啊。怎么说话的？他笑起来更丑了。和你一样。阿弟公路快，少你11哦。哥哥，这些书明明才6块，你为什么要跟11块？这样卖书的就能找到我一张5块的了，这样钱包就不会鼓鼓的了。哦，来找6块。阿哥，问你个问题。说吧。为什么天上的星星名字基本都有一个仙字，而海里的龙王却没有？可能他只能海鲜这个名字不是很霸气吧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进来，进来。你说什么是兄弟？我认为吧，兄弟之间不要因为点小钱而斤斤计较，有啥说啥，不必藏着掖着。行，就冲你说的这句话，我有件事想问你。说吧，就咱俩这关系。
你大爷的，快把上月欠我的500块还我。兄弟之间有话就说，不要藏在心里，这是对的。但是你为了这点小钱而斤斤计较的话，我打心眼里看不起你。真的，我们绝交吧。拜拜，再也不见。兄弟，为什么老是来这家酒吧、啊、我跟你说、啊、你等会。哎，老婆，我现在在加班呢。真的吗？骗你，我没打 ID。 那你注意点身体，不要累坏了哦。今天是你生日，就不用你洗碗了。真的吗？嗯。你连到明天再洗吧，给我记住啊。怎么了？你行驶途中压黄线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出示一下你的驾驶证。咋了？我压黄线咋了？我又没压断，你看这不好好的吗？现在的家里就是没素质，毛病。你看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？我没变啊。你明明就变了。我看没有。我最烦当着我的面吵架的夫妻了，有多大点事啊？就不能等我穿好裤子找人再吵吗？现在的女孩真难伺候啊，说好听的也不行。你都说了什么好听的呀？请看为谁啊。嗨嗨，你双眼皮拉得真好，脸整得真美，鼻子垫得也不错。滚！为什么？先生要点些什么？有干过鸭吗？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干过鸭。哥，我以前干过鸭，现在不干了。叫你们老板过来。有什么事吗？有干过鸭吗？没有，他干过。到了吗？已经在路上了，马上到。你终于到了，什么时候才去？公司因为这些琐事跟我老公吵了起来，想开点，慢慢准备好，这只是一个过程。我不是叫你来安慰我的，就是喝酒的时候相信身上没钱了，正如叫你不来付款。请问您是现金还是刷卡支付呀？我叫黄平，我知道你们有的是靠关系，有的是靠父母才能进到这，而我是靠着自己的本事进来的。就是他们闯进来的。走。先生，您的咖啡需要加点什么吗？靠，这还用问我？明摆是让我难堪嘛。但是我又不能让别人觉得我是第一次喝咖啡，怎么办？加盐。坏人做了一辈子坏事，最后做了件好事，会被别人赞扬，说这人其实本质并不坏；而好人做了一辈子好事，只要做了一件坏事，人家就会说你装了一辈子，终于露出狐狸尾巴。唉，别废话了，赶紧过来敲！用力用力！老板，龙眼多少钱一斤呢？15块一斤呢。哦哟，这么贵！都是这么卖的。那我能尝一个吗？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味道就不买了。不麻了，退钱。女儿，你还记不记得你大姨家的那条狼狗？很凶的。怎么了？前两天不见了。就是你说比妈妈还凶的那条。闲了，去把碗给洗了，桌子给擦了，地也拖一下，快去。老婆啊，俗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，你不要老看电视过来帮忙，一下子就解决了。哦，早说嘛。男女搭配了，可以了吧？我去看电视了。